好了，整个球出吧，打射右外野的飞球落地安打，提前起跑林敬凯现在上三垒没有问题，停下来，停下来。哦，这边不传球，盗垒、哦，回来得分，这个犹豫就尴尬了。球拿在手上不传，那我就走了。非常机灵的林敬凯上三垒之后，眼看有机会，我就冲。那第一时间没把球传回捕手的手套这边，要再传哦，你少了那个助跑的动量，那就变成只靠臂力慢了一点点。哦，这个内角球拉回来往右半边打哦，加上又率先起跑，来到三垒是绝对没有问题。那右外一手这个球回传哦，他稍微有点赶快迅速用抛的一个方式。那二垒手马杰森，他稍微迟疑了一下。就是我们球队现在目前球队算主要的 key man 啊，不管手跑打，现在他都是我们目前最稳定的选手。那在比赛中，他的观察力跟他的破坏性就是速度嘛，所以他有办法去观察到二垒手稍微闪失，抢回追平分，这是很关键的一个跑垒。